又请大家睇个截止戏啦，呢个截止戏叫做《打金枝》，演出嘅两位嘉宾咧就系陈振刚同埋郑丽品，两位咧都系师承我哋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凯明先生，咁多年嘅舞台嘅历练咧，使到佢哋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、非常之默契嘅。掌声有请两位带嚟《打金枝》。到就到，有乜嘢咁了不起呀？笑话，驸马就即系驸马，我向谁参跪呀？喂喂喂喂，
你到底懂唔懂得乜嘢叫做礼教家规噶吓？当然懂得啦。懂得就好。我来问你，今日系乜嘢日子？今日系汾阳王寿诞之期啦嘛。你既知系寿诞之期，你因何不到堂前贺喜啊？去，不去就由得我。你问得太出奇啦。我就系要问，你与我既成啊婚，系乜嘢嘅名分啊？Thank you.
哎呀呀，真系不知羞耻。要知你父王龙为计，怎样嘅底细？唐朝鼎盛翻文贵，文贵又怎会破败就穿西？破败又点会有皇位？你家皇位系点样得翻嚟？公子，当然系臣子先王，又靠谁人把他保卫？既当年封边弃县安禄山，凡京师我父王，遭敌计凭我父皆从危险。若不是我父之勤王，才把你唐室保住。说什么金枝玉叶，我话你知秋不知啊！上胸膛，拳头高。
当真？当真？果然？果然？哈哈哈！我就打打打打金枝，方显丈夫知呀。皇帝女我招打，驸马爷你闯祸啦！哈，哎呀！驸马啊，驸马爷你打我啊！驸马啊，驸马啊！驸马爷佢啊，佢乱啦！Thank you.